说实话还是感触挺深的。怎么说，就是虽然我都没有打，但就是怎么说，比如说在路上啊，或是在一些吃饭的时候有遇到一些粉丝，就还是会一直帮我加油，就很感谢，其实很感谢很多粉丝就是会一直帮我加油，然后也会到现场帮我应援什么的，但就是很可惜没有在赛场上展现给你们看，有点小对不起大家。可以分享自己搭档过的中单吗？这要分享什么，都蛮好用的啊。说实话我的职业生涯的中单都是猛的吧，我感觉我职业生涯的中单全部都是猛的，我的队友运真的很好啊。来盘一下 Maple， 就从一级联赛出道开始，从 LAS 开始 Maple 小虎Knight Rookie 小虎都够猛了吧，我觉得就全部都很好用啊，就用起来都很舒服。我觉得2021为什么离开滔博，只能说原因很多，但我想留着的，只能说我很想留的。那个离开那年比较多细节，但只能说不得不说，那年就是我跟三九走之前还问了那个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讲圣经那段，就那个敲椅子那段，我知道我们有被录下来，然后我们还特别问了一下，那个不会被放出去吧？应该不会这么夸张吧？不是爆料，就只是讲一下，这也没什么好爆料的吧？我也没得罪人啊。他就那时候我还讲了说，应该不会放出去吧？就感觉这个应该不会放吧。他们还说应该不会啦，这个我们会越就审题的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然后一转头靠腰，我觉得敲椅子了。结果到今年还在回顾，你们还可以回顾很久，只要我跟三九不退役，你们就可以回顾到我们退役，敢超靠别。我跟三九还是好兄弟吗？是啊，我跟三九铁妈吉，妈吉太多了，真的交际花哎、欸。